好了，我们来看这台菲亚特的啊，我这台车目测在7.5米啊，7.5米左右。那这是一个四座的布局。啊，你可以问他什么事情，你跟他说。OK。我先看一下。这里是一张床，也可以睡两个人。然后这个地方呢是，小的柜子，储物柜。菲亚特。布局是四座的。然后这个是电视机，然后这个是一个上面的吊柜。Fridge, big fridge. 冰箱，这个是燃气的，电的。然后12伏的三能源冰箱， yeah. 三能源。Four burner. With grill. Grill. And oven. 烤箱，烤箱。Range hood. Microwave. Microwave. 这个是油烟机，这个是微波炉。Wow. So brand new, is it? No, 2016. 这个是一个操作台。然后这是一个大床。然后这是一个三能源冰箱。然后这应该是一个衣柜啊，不是衣柜，是储物柜。啊，衣柜是放在那个位置，两边这个地方是可以放衣服的。哎呀，不是啊，啊，然后是前面的一个，包括电视啊、收纳柜啊，然后这里就是卫生间了，然后干湿分离的一个卫生间，啊，然后那边是洗澡的，啊，然后这也是收纳的，啊，这是吊衣服了，这个是就是衣柜了，啊，这个现在是2016年的房车，现在是要17万。纽币，啊，有17万纽币，三能源冰箱。这个的优点就是这个双人床带拓展啊，就是有过道了。但是呢，收回去过道就没有了。开车的时候肯定要收回去，啊。2016年的还要17万，那17万相当于要60-70万人民币。这台是福特的底盘，价格呢比那台会更贵一点，尺寸呢会比这台稍微小一点点吧，啊。然后，哎，这个布局会更紧凑一点，啊，这里会更舒服一点。这个设计很奇怪，这个我第一次看见。对，这个它下面可以拉出来。然后这个左边那个是卫生间，右边这个 toilet。啊，这里是洗澡的。啊，然后这个一个储物空间很大。我没看见这个。它也是可以拉出来的。对，我外面拉。哎呀，但是这个就是适合夫妻两个人玩，对，就两个人。couple， 这 only a couple。对。bed here。哦，上面还有一张床。Yeah, OK。dropping 啊。啊，上面还有一张床，是电动升降的。Yeah。OK。just above here。对。所以这里更紧凑一点，这里更紧凑一点。这个呢，就是类似于 T 型房车，我们国内叫，它也是两张床，一张呢是西顶的，一张是后面的，就是。一个双人的一个卧室啊，这个空间更规整一点，价格呢也会更贵一点，大概贵个5000吧。这个欧式的都是属于欧式的房车，但是价格还是有点贵啊，17万。这个是一体开模的，你看。这个就比较 OK。对，还有那边也是，这边也是，它拉过去。全部可以拉过来，你看。它都可以，这它都开模都做好的。